我的全部家当就剩这十个方块了，朋友们，马上要接近破产了。TNT 方块，能不能给我点 EMC 值？就一点就行，我就要一点儿，一点都没有吗？只剩三个了。OK，拿到了，十个方块，把破产的大局逆转了。27，还剩三个，这三个随便开点啥都是赚啊。哦，你确定？这鞋垫能不能换？在这能不能换点钻石？不能，这也不能啊！他都不收破烂儿，行，你不收破烂是吧？你以为你跑得了？还是俩方块，掉点黑曜石，黑曜石不要，我就得靠 TNT 了。我觉得 TNT 好像能血赚，朋友们，十个能变几个了？十个变17个，那这不赚大了？哇塞，我这倒腾上矿车了，兄弟们！矿车铁轨，价值多少？28万，这不是回本了吗？我这点方块也就28万呢。哟，又一个胸甲。加多少生命值？5，我这加17，这胸甲不行，直接扔掉。哎，一个三叉戟秒了，来点 EMC 值。哎，对，对对对，哎呦我的妈！啊？怎么就爆了？玩我呢？我的妈呀，这么一大片黄金说没就没了。但凡我刚才有一个红物质锤或者暗物质锤，它连炸的机会都没有，我至少能吃一半。咱下回做个锤子。我觉得玩这个 TNT 方块没锤子很吃亏，EMC 值都没法及时收集啊！快跑，又要炸我！哼，长记性了。没有锤子情况下直接刮，你是干啥的呀？哦，兄弟们，便携式商人来了！哈哈哈！来来来，绿宝石给你啊，一组绿宝石，一个绿宝石可以换一组 TNT，那这谁不换？直接就是。27，27是一背包的量。他要是无限换的话，咱们先换个便携式，再换个200万玩幸运方块用，怎么样，兄弟们？300万了啊！我也不贪，咱们不能做贪心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就1、2、3，OK，最后半箱子给你。好，回家做便携式，然后可以开100%的 TNT。然后一会儿准备财富自由啊！什么声音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凋零风暴在我家附近，我把它的音乐关掉，这样我就听不见它的 BGM，我就不会害怕。自己骗自己，兄弟们！凋零风暴在我家附近，如果一会儿我家突然着了，也不用担心啊，没事，咱们大不了换个房子，这家不住了，反正家里啥也没有，让它随便炸，咱一点不亏。便携式整出来，再整个小锤子，对了。TNT 方块，经典小锤子，没有小锤子，材料咱们都收集不全。便携式转化桌，归位，叶枫的专属武器啊，拿到手了，来卖掉。接下来就是100%的，看来能开24个，咱要24个，然后再做一个暗物质锤，暗物质锤需要2个暗物质，好家伙，又倾家荡产，又没了呀，兄弟。镐子就直接换成锤子就行了，这镐子放家里，反正 TNT 方块不掉矿石，它掉矿石块，这锤子挖得快。凋零风暴在哪儿呢？在那边，咱们传送到上一个位置，传送到这边。等一会儿 EMC 值多了，我们再开水系，水系那个会飞的那东西咱们还是得要啊，没有那个会飞的咱们不太行。跑，直接跑，防止它爆炸。哦，一堆破烂，一堆破烂也能卖的啊，少说回个万把。哟，不掉好东西了，加幸运值还不如不加幸运值给的好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这是坏事了，兄弟，要破产。你是干啥的？又是这个商人，总不能总跟商人换吧？哎呦我去了，全炸全炸。这真破产了，朋友们，他是真一点好东西没有，我的妈呀，全是破烂，直接只剩42万了，我怎么这么惨呢？那商人估计也被炸了吧，我想换都没机会了，现在咋整啊？这是。